大家好，我今天带大家再一次来参观英格斯尤伊斯与他儿子姨父。我现在会给你们介绍英格斯父子2021年拉苏特年全国赛优格组14315余的第六位。这一次个是地形中增偏小的次个，它的调换号是21年60735556，这是一回次。第一个是负责拉苏特年全国赛是582公里，至于这个的分数是1141。英格斯父子上龙了53余格子，有25余格子非前10%，非常棒的成绩，这是黄岩的四个。恭喜英格斯父子，恭喜他们，他们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